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由于甩脸，只是闹心的事多了点，渴望多一些理解，而不是看谁的臭脸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，却要演好不同的身份。他是爸爸、丈夫和儿子，唯独自己没有依靠的人。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由于甩脸，只是闹心的事多了点，渴望多一些理解，而不是看谁的臭脸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，却要演好不同的身份。他是爸爸、丈夫和儿子，唯独自己没有依靠的人。其实有时候并不是由于甩脸，只是闹心的事多了点，渴望多一些理解，而不是看谁的臭脸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，却要演好不同的身份。他是爸爸、丈夫和儿子，唯独自己没有依靠的人。